桌上陈列琳琅满目的传统婚礼用品，有八卦米筛、装糖果的蟹篮、茶杯、茶盘、喜花、礼香六礼和鸡笼、鸡罩等竹编饰品。现场也带来竹教迎娶表演，相当热闹。真的很漂亮，真的是有文创的那种感觉哈。整座的架子哦，没有用到任何一根铁钉，我们用的是竹钉、笋钉。下面用人字边呢，因为咱的桥是坐人的，所以呢用这个人字边做一个最完美的呈现哦。今年啊，就用所谓的婚礼，然后跟竹编的竹轿，那再加上地方的鹌鹑蛋，那这次也特别哈，邀请真的结婚的新人哦，在12月11号。那整个热闹一整天，那希望大家一起到溪口来参加所谓星空下的婚礼。溪口乡龙尾天社庄主产业文化已有百年历史，今年将依循古礼进行迎娶仪式，引领民众认识传统婚嫁流程及大礼的意涵。家男家大吼，娶落家内底有一只公一只母，嘿，一只公一只母，就希望讲这对新人结婚了后，赶紧做一个传宗接代。活动当天还特别制作各式各样的竹筒碗，要带大家回味童年时光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金洲、方雅贤，台湾嘉义采访报道。